的妈妈。不哭了，不哭了。遥望啊，小莫，干嘛？妈，站住！哎，你就看我有多在乎你吧。夏沫，我警告你，离小雅远一点，你是她弟弟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她根本就不会认识曲蔚然。说，是不是我杀了你？不是你让我亲力亲为照顾你的仰望的吗？